Hello， 各位观众们，大家好。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呢，给大家讲一下这台佳能的 EOS R10。那前一段时间也是跟佳能 EOS R7一起发布的，但是它的定位呢，更偏向于终端或者是偏入门的定位。关于 EOS R7这台机器，我其实之前已经给大家做了非常详细的评测，不管是从对焦也好，系统也好，照片啊、视频的性能也好，那在9000块钱这个价位来说 ，EOS R7可以说几乎没有竞争对手，甚至它的一些性能还要超过价位比它高的机器，比如说一些全画幅的，像 A74呀，或者是 EOS R6啊等等。但是 EOS R10这台机器的价格呢就不一样了，单机的话是5399块钱。那在7月底的时候刚刚发售，我也是提早预定了，并且在第一时间拿到了，这段时间一直在各种各样的场景下拍照啊、拍视频使用这台机器。但是在5000块钱机身这个价位的话，竞品就比较多了。我相信大家已经看到我后面已经摆了好几台机器了，这些机器呢都是我认为在这个价位里面可以和 EOS R10 来做一个竞争的机器，比如说这个索尼的 ZV-E10， 包括索尼的 A6400。 这台机器的话，前段时间在 EOS R10、 EOS R7 还没有发布的时候，甚至一度涨到6000-7000块钱，实在是让人很不可思议啊。然后 EOS R10 R7 发布以后，索尼立刻复产了啊，说哎没有缺货的问题了，现在大概价位也是5000块钱左右。中间这个是尼康的 ZFC， 它是一台比较偏复古设计的相机啊，所以说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是比较贵一些，大概6000-7000块钱才能买到。但是呢，它里面的性能是跟最近刚刚发布的尼康 Z30， 包括之前发布的 Z50 是差不多的，其实我觉得也能够比较代表尼康在5000块钱这样一个价位的 APS-C 画幅相机的性能。然后这台是佳能之前 EFM 卡口的比较偏入门级的相机啊， M50 这台机器是 M50 二代，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那个标签。它其实这个二代和 M50 一代没有什么太大性能上的区别啊，有极个别的方面一些性能提升，比如说它的对焦现在可以支持连续对焦的时候人眼识别啊等等，反正大部分情况下跟 M50 差不多。那这台机器的话，前段时间也是5000多块钱啊，很多人排着队去买，我也是想不太通。这段时间由于 EOS R10 R7 发布以后啊，价格降下来了，大概4000多块钱你可以买一台全新的机器。然后是最右边的富士的 XE4， 那 XE4 这台机器也是比较偏杭州复古的样子，但是它里面的性能跟 XT30、XS10 差不太多。但是由于 XE4 啊，它不像 XS10 有机身防抖，所以说它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包括 EOS R10 也没有机身防抖，所以我觉得拿过来做一个对比是挺合适的。当然也有后面佳能的 EOS M62 这台机器，虽然说它是一个偏中端的机器，但是如果你现在去买全新或者二手的话，大概也是5000块钱左右的价格。所以呢，这几台机器它的价位是跟 EOS R10 一样的，所以这些机器相比于 EOS R10 来说，是更值得购买吗？还是说 EOS R10更值得购买？那我就通过这期节目呢，给大家非常详细的讲解一下。首先我就直接总结吧。我认为在5000块钱这个价位 ，EOS R10 是在各方面的性能上完全碾压后面这些所有的机器的。我为这个结论负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我刚刚拿到的这些机器啊，比如说尼康的这个 ZFC、佳能的 M50 二代以及富士的 XE4， 我根本就没有出过节目讲过。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这些机器啊，相比于他们同价位的其他的机器，真的没有任何的区别，就实属摆烂。比如说我刚刚说过了 ，ZFC 它跟 Z50 跟 Z30 的性能有任何区别吗？佳能 EOS M50 二代它跟一代有任何性能上的区别吗？富士的 XE4 跟 XT30 跟 XS10 有任何性能上的区别吗？我觉得完全没必要讲，它只是外观长得有些区别，但里面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就好像大众集团的车一样，你说它价位比较低的大众的 SUV 跟好一点的奥迪的 SUV 跟再好一点的保时捷的 SUV， 它本质上有任何区别吗？它里面的发动机、变速箱、车架用的都是差不多的东西，只不过就是外观有些区别，内饰有些区别。所以呢，我就不想讲这些机器，包括索尼的这个 ZV-E10， 它跟6400性能上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吗？所以其实本来 ZV-E10 我是懒得讲的，但是呢，我觉得 EOS R10跟这些摆烂的机器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如果大家之前了解过佳能 APS-A 画幅的微单的话， EFM 卡口应该会知道，佳能除了在系统的操作、触摸屏的用户体验上面比其他家好，在各个方面对焦啊、画质啊、视频的性能都是表现非常差的。我之前有专门出过一期啊，对比 M50 跟 XT20 跟索尼 A6300， 基本上在性能上佳能是完全不占优势的。但是这回 EOS R10 它跟 EOS R7 一样，在佳能短板的方面做出了非常巨大的提升。比如说它拍照现在连拍可以达到机械快门15张每秒，电子快门可以达到23张每秒，这你在以前佳能相机是完全不敢想象的。再比如说它的对焦系统是 EOS R3 的对焦系统下放啊，跟 EOS R7 一样，也是好像佳能突然开窍了一样。包括视频方面，它可以拍摄最高 4K30帧的超采样以及 4K60帧的点对点的视频啊，如果你开 HDR 的话还有1440p。所以呢，在这些性能加持的情况下， EOS R10 相比于后面这一众机器来说，在各方面几乎是完全碾压。所以如果你想要买一台综合性能非常好、操作体验又非常舒服的机器的话， EOS R10 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就是你花5000块钱，你不买 EOS R10， 你为什么要买后面这些机器呢？有的是操作体验不好，有的是性能不好，有的没有1440p，有的对焦不行，你就闹不清楚为什么要买后面这些机器。你就会思考，哇，买这些机器的人脑子是不是都瓦特了？好，那我们一点一点来看。首先我第一个提的功能就是新手菜单。
这个东西我其实之前在佳能的200D 二代的节目里面给大家讲过，就是佳能的相机如果你把它拨成自动挡的话，它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新手菜单，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右下角这边你直接点开以后，它可以这边选择控制景深模糊或者是清晰，或者是调整这个亮度，相当于更改曝光补偿啊，包括这边的反差饱和度色调偏红偏蓝，其实就是调整白平衡的一个倾向嘛。因为它是一个所见即所得的菜单，所以你所有的调整都是可以直接在屏幕上看到的。为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重要呢？是因为之前跟胖猫一起在南宁跟王栋老师出去拍东西，王栋老师他用的是富士的中画幅的相机，他拍了很多的照片，感觉很有风格，所以胖猫说，哎，我想弄一个富士的相机，是不是可以获得相同的效果？那我就把 XS10 给他了。但是呢，我发现我用 XS10 教他怎么去调整这个设置是非常痛苦的一个事情。不像我们经常用相机的人啊，对于这个不同厂商的相机操作都非常溜了啊，所以知道该怎么样去调整。但是只是一个简单的，比如说 XE4 它跟 XS10 它里面的菜单是一样，我教他设置白平衡的调整，教了一整天还没学会。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富士的相机，首先我要知道怎么更改白平衡，整个机身是没有任何的按钮告诉你啊，我这个按钮是开启白平衡的，对吧？我还要先按 Q 菜单，在一个 Q 菜单里面找到这个白平衡这个选项，再点进去，你会发现它并不会跳出这个高级的菜单。所以怎么办呢？我只能教他说啊，你要点 menu 按键，然后先选择大菜单，再选择白平衡这个菜单，按右键，然后你选择任何一个菜单以后再按右键啊，这时候才能开启一个白平衡偏移的菜单。OK， 这样的话你才能调整到像王栋老师那种啊比较偏蓝或者偏绿这样的色彩。但是这一套操作下来就直接给他整懵逼了，搞不懂。他其实看是看懂了啊，刚开始是记住了，但是你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又忘了。所以呢，我再给他看 EOS R10 这台相机，你只要点屏幕上右下角，再通过类似于智能手机的一个触摸屏滚动过来啊，直接点击色调，这边就可以调整，并且实时可以看到。这种体验，这种操作方式对于他来说是更符合日常使用的一个经验的，因为大家都用智能手机，所以我教他这种方式去用的话，他就能记住。其实我还是想说一句，就是对于这种入门级的用户来说，佳能它的用户体验的关怀是做的最好的。你像索尼或者是尼康或者是富士，如果你有经验的话，你周围有这种使用入门级的小白号，你会发现你要教他去点一个菜单进到哪里去会非常的复杂，他根本就记不住。但是如果给他一台佳能的相机，他可以非常轻松就上手啊。所以这个是我第一点要说的，就是新手菜单佳能做的是最好的。然后我再说一下操控的体验啊。首先是相机上手的一个手感，怎么说呢，毕竟它作为一台价位比较低廉的机器啊，很明显你能够感觉到按键呀、波轮呐、都是比较偏入门的手感。但是这个只是相比于 EOS R7 或者是 EOS R6 来说，这个我之前拿给小冉用的时候，它直接一上手的时候就能立刻感觉到，有点怎么说，就是有一点塑料感，就是你看，就是我按这个快门的时候，你有感觉有，它不是那种低，它是脆的那种。但是呢，这个波轮呢和按钮的手感啊，相比于过去像 EOS M50 这样的一个微单来说，已经好了很多了。你像 M50 这个滚轮呀、按键啊，就你按起来是哒哒哒哒，很硬的，咯哒咯哒响。那 R10 的话，虽然说没有 R7 那么好，但是我觉得也要比 M50 好。包括后方，虽然说它也是一个带凸起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按键，但是相比于 M50 这个又小又硬又硌手的这个方向按键，按起来手感要好很多了。然后我要说一下，就是 EOS R10 它的这个手柄的设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相比于 M50 来说，这个手柄大了很多。就是你像 M50 它只有一点点凸起，所以你拿这种体积比较小的饼干镜头你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镜头稍微大一点你就会觉得拿着有些费力啊。包括像 M62 我之前也说过，这个手柄的凸起都是比较窄的，持握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我这个手是勾在这边，所以是非常不舒服的。那 EOS R10 你可以看到这个手柄是非常深，虽然说相比于 EOS R7 那种类似于 R6 的全画幅相机的大的手柄来说还是小一些，但是整体这个手柄的深度是够的，所以你拿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比较稳固。我个人觉得它的持握的手感是跟佳能200D 二代是一样的。我之前在佳能的200D 二代这个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讲过，就是这台机器相比于 M50 来说持握的手感会更好，所以呢如果你在使用一些稍微大一些的镜头或者是通过转接使用一些单反镜头的话，持握感是非常舒服的。这个手柄增大还有一个好处我给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相机装电池的舱门啊。那之前佳能的相机的舱门都是横着的，你这样拨开对吧，电池是横着放进去的啊，所以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舱门特别的宽啊。如果你上一个三脚架那个快装版放到这个时候，这个舱门就会被挡住，那你想要换电池或者换卡，因为这个 SD 卡是在这个电池的舱里面，就会非常的不方便，你还要把快充板给拆下来才可以。包括啊，你可以看 M6 二代也是，这个舱门是非常长的啊，所以很不方便。但是 EOS R10 它的手柄更长了嘛，所以下面的这个舱门啊，我给它舱门打开，你会发现这个电池啊，从原来的横着放变成了个竖着放。那竖着放的情况下，你可以看到这个舱门它就会比较的短。我即使放快充板，或者是我上稳定器，稳定器上面也有一个快充板啊，我都是可以在不拆快充板的情况下，可以把舱门打开换电池或者
是换卡。我觉得这个设计的改变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样的一个设计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ES20 相比于 M50 或者 M62 来说，它是更偏向终端或者专业级的用户。另外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就是ES20 的它变成了一个双波轮，上面有一个波轮，后方有一个波轮，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啊，假如说我调成的是 M 档，你可以看到我可以分别通过上波轮去调整快门，后波轮去调整光圈。如果想调整 ISO 的话，下方有个单独的按键，点一下的话会弹到这个 ISO 的调整菜单，这个其实跟 ES7 的操作是一样的。但是我之前给大家吐槽过 M50 的它的操作就非常的恶心，你可以看到它整个机身上只有一个转盘，所以呢如果我调成 M 档的话，我想要调整这个光圈或者快门的话，这个转轮我只能够调整一个曝光参数，我必须要按这个上方向键上才能弹到光圈这个位置再去更改。那如果我是比如说自动 ISO 的话，你会发现我想要更改曝光补偿，我还要再按一下上才能去更改曝光补偿，所以我需要通过这一个按键去切换来调整三个曝光参数，所以这个操作是非常麻烦的。但是呢 ES20 啊，即使你在 A 档然后 ISO 是自动的情况下，你也可以通过上面的波轮去调整光圈，后面的波轮去调整曝光补偿，这个使用体验是跟 ES7 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所以它的操控会更专业。那你平时如果把 ES20 当做 ES7 或者是ES26 的备机的话，你会发现它的操作体验不会那么割裂，或者是显得那么入门，你也是可以非常舒服的去用的。并且你可以看到 ES20 也是在机身上加了一个摇杆的，这个摇杆的位置我个人觉得是非常舒服的，你可以看到你的大拇指是直接放到这个位置，比如说移动对焦点或者是你在拍摄视频的时候想要更改识别的人脸的话，你直接通过这个摇杆就可以立刻去左右切换不同的人脸，也是非常方便。你像之前佳能的相机，如果你想要更改识别的人脸的话，你必须要把大拇指移到下方，通过下方的这个按键去选择人脸。当然 M50 的话，我记得应该是没有通过方向按键去更改人脸的功能，应该是200D2代有这个功能，或者是 ES2P 有这个功能。所以呢加了这样的一个摇杆的话，也是进一步的把 ES20 变成了一个偏终端级的相机的体验。可以看一下其他相机，比如说 ZFC 它是只有方向按键没有摇杆，所以如果你选择对焦点或者选择菜单的话就很不方便。比如说啊，像尼康的这个菜单当然可以触摸啊，我首先说它可以触摸可以滚动，但是我想用波轮去更改这个菜单就不行，不管是前波轮后波轮都是不可以的。所以我要更改菜单的话，在不用触摸屏的情况下，我只能用这个方向按键去一点一点这样去更改，我觉得是挺慢的啊。但相比于ES20来说，这个菜单啊，你可以通过上面的这个波轮去更改小菜单，通过下面的波轮去更改下面的选项，然后直接点击摇杆的中间的按键就可以进入或者退出去选择不同的设置，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并且呢 ES20 的自定义按键我来数一下啊，1 2 3 4 5 6 7 8 9 10 11，反正是可以自定义设置按键有11个，对吧？下方方向按键的上下左右都是可以分别设置不同的功能的，上方也很多的按键。但是如果你看其他家的相机，比如说尼康的相机，我找到这个自定义按键啊，1个2个3个4个5个6个，只有6个按键可以自定义，还有一个是在镜头上。那 M50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自定义功能在这个下面写个自定义按键，大家可以看一下，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按键比较少。然后索尼我就不说了吧， ZV-10 我之前在节目里面已经给大家吐槽过了，机身设计的比较小，所以它自定义按键特别少。看一下在哪里，应该是在第一个菜单。哇，这个菜单真的好难用，你要是如果用过 ES20 的菜单，你真的不想再用索尼的菜单了。自定义键，好，大家看一下，1个2个3个4个5个，后面6个7个，也是7个按键，就是按键也是比较少。然后再看一下富士的 X-E4， 大家都知道富士后面很多新的相机 XT30 啊 XS10 啊都把方向按键给阉割了嘛，只留了一个摇杆，这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机身的按键过少，操作这边的功能设置。你可以看一下机身的按键，1个2个第3个，只有3个实体按键可以自定义，剩下这个 T function 就是相当于触屏的，向上滑向下滑向左滑向右滑，这个东西反正你用过了你就知道不好用，肯定是没有按键好用的。触屏的功能是4个，然后实体按键是3个，总共7个。所以我相信大家也能看得出来，在实体按键的自定义能力上 ES20 接近于2倍其他的这些入门级的相机使用的体验。当然佳能这个屏幕上可以触摸，包括这个 Q menu 这所有的这个菜单，就是你直接通过触摸屏去来操作，甚至不通过触摸屏，我只是通过波轮来调整啊。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反应速度是非常快，而且可以控制的非常的准确，这肯定是碾压其他的这些相机的。你像 ZV-10 这个方阵菜单没法触摸，对吧？没有办法触摸，它只能够触摸的去修改对焦点的位置，菜单也是没有办法触摸的。所以你通过这个滚轮去控制这个菜单的时候是速度非常慢的，而且我之前有吐槽过，当你更改大菜单的时候，它下面的子菜单非常多，你每次都只
能跳到第一个菜单上啊，反正就是体验不好。富士的这个 Q Menu 现在虽然是可以触摸了，但是用过的人都知道它的使用体验是怎么样的，就是你看反应也很慢，然后你通过这个转盘去更改了吧，反正整体的这个使用体验是非常不好。 EOS R10 在很好的这个触屏的 Q Menu 上面，它也加了跟 EOS R7 和 EOS R3 一样的功能，就是可以自定义速控。很多人说啊，佳能的这个 Q Menu 确实是很好用，但是我想要去添加自己的选项可不可以啊？以前 EOS R5 EOS R6 是不可以的，但是这块 EOS R10 一样啊，你可以看到可以编辑布局啊，选择你自己想要添加的选项，选完以后然后再点重新排列，你可以通过你的手指去触摸拖拽选择它的顺序和位置，甚至连回退的按钮都可以更改位置，这个体验是其他的相机是完全没有的，对吧？那你可以看到哇，这个反应非常的顺滑。还有一个就是模式拨盘，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回有 C1 C2 两个自定义模式，如果你拍摄照片的话，你可以在菜单里面去保存注册自定义设置，并且还有这个自动更新的设置，我这个就不多讲了。我之前吐槽过 M50 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模式拨盘上面是没有 C1 C2 C3 的，没有自定义模式拨盘，只有 M6 二代这种比较偏中端级的相机你才可以看到模式拨盘上有自定义模式 C1 C2 这样的设置。所以为什么我觉得 M50 它即使作为一台备机都不是很好用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不仅按键少拨轮少，而且它甚至连自定义模式都没有，所以呢你想快速的去切换不同的拍摄设置是很麻烦的。所以我觉得 M50 它对于一些不怎么对操控有要求的入门用户或者小白用户来说可能用的还挺好用的，但是对于我们这种稍微有一些要求的人来说，这个 M50 用起来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包括你像富士的相机只有 XS10 是有这种自定义模式，你像 XT30 啊或者是XE4 啊，因为上面的这个转盘它是个实体的转盘，你所有的快门啊光圈啊都是直接在镜头上操作的，所以它是没有自定义模式的，你不能够快速的存储不同的自定义模式，快速的切换不同的连拍啊自动对焦啊等等。 ZFC 我就不说了吧，因为它是一个偏复古的机器，你可以看到跟富士一样，它快门速度和 ISO 都是直接在肩屏上调整，它右侧虽然说有模式拨盘，但是它没有自定义的模式。索尼它有自定义模式，但是这个自定义模式呢隐藏的非常的深，首先切到照片模式，在方格神菜单下面点到这个菜单里面，你可以去调整不同的拍摄模式，还很吝啬的它只有一个自定义拍摄模式，并且你可以看到这个选择是反应速度是非常慢的啊。虽然说这边右侧有 M1 M2 M3 M4 可以保存在 SD 卡上的几个模式，但是点这个菜单，从菜单进去再点到这个自定义模式里面，整体你可以看到这个操作是非常慢的啊。而 EOS R10 你直接在拨盘上，你就可以直接转到 C1 或者 C2 这个位置就可以了。所以在自定义模式上面啊， EOS R10 也是有很大的优势。所以你可以看到 EOS R10 从硬件的按钮的可以自定义的数量、拨轮的数量、摇杆的添加到触摸控制、 Q 菜单、自定义速控它的反应等等等等，综合体验是完全碾压后面这一众相机的。所以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比较注重这种使用体验、用户体验，你会发现 EOS R10 用起来完全不像是一个入门的相机，相比于 M50 来说有巨大的提升。机身按键和拨轮我们都看过了，然后我们再说一下接口啊。EOS R10 这回提供的接口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有 HDMI、USB-C 2.5 的快门线和一个 3.5 的麦克风的接口，我觉得基本上对于普通的用户来说已经是完全足够了。虽然说没有耳机监听，但是我觉得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的耳机监听也不是非常必要。像 EOS R10 的话，如果你拍视频的时候呢，在屏幕上你是可以直接打开电屏的显示的，我觉得也可以接受。而且这个麦克风的接口呢，大家注意看啊，它的位置相对来说是不太遮挡这个翻转屏的，只有在这个角度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它是挡到翻转屏，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从上往下看或者是从下往上看，这个角度是不太挡翻转屏，这个已经相比于 M50 好很多了。你可以看到 M50 的它的麦克风的接口就在侧面，所以当你的屏幕翻出来的时候，从上面往下看那个角度翻到下面往上看的角度的时候，它正好就在这个中间，所以你每次翻这个屏幕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屏幕挪开然后才能翻过来。这个我在 M50 的视频里面已经有吐槽过了，我平时用的话觉得这个麦克风接口没有那么遮挡屏幕。还有一个我要说的就是翻转屏的这个凹槽啊，我之前在 M50 的节目里面也给大家说过，大家可以看一下 M50 的这个凹槽啊，它是从侧面开的，再加上 M50 它的手柄比较小，所以比较饱满的去拿这个 M50 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大拇指会挡到这个屏幕，而且会挡到这个凹槽。如果我想把屏幕翻开的时候，你需要把这个大拇指让开，然后再从中间这边把屏幕抠出来，对吧？你的大拇指挡在这边的时候，如果你把大拇指移开，你会发现这个手柄又不够深， M50 很容易从手上滑落下来，所以你在翻这个屏幕的时候是相互打架的啊。这个我当时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弹幕在说我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那这么多年来用 M50 的人应该不少吧，是不是都能够体验到我说的这个问题？是我在这边吹毛求疵吗？是我在这边鸡蛋里挑骨头吗？我觉得有些弹幕真的是
它不像我经常去实战实拍，完全体验不到我说的这些问题在哪。但是 EOS R10 你可以看一下，它由于右侧这边手柄是比较宽，所以我即使拿的时候呢，这个大拇指也不太会挡这个屏幕，并且呢它的手柄比较深，所以我在前面抠开的时候大拇指稍微挪一点点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它也是非常坚固的。并且它抠开的位置是从下方抠开的，所以我这边抠的时候我这个两个拇指是不会打架的，对吧？我这样直接抠开是不是很方便？所以 M50 这个屏幕设计的是不是有问题？如果它设计的没有问题的话，为什么 EOS R10 要做这个设计的改变？它是不是更好用的？所以我有时候真的理解不了那些吐槽我操作体验的弹幕或者评论，你就没有实际的在不同的场合下去用过这台相机，你自然不知道这些失败的设计在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到底有多烦人。最后当然还是说一下这个屏幕，相比于 M50 来说， M50 这个屏幕很明显感觉它的分辨率是比较低的，颗粒感比较重。但是 EOS R10 这个屏幕的话，我觉得跟 EOS R7 啊或者是跟其他更高端一些的佳能相机是没有太多的区别了。并且大家都知道佳能的相机它显示的颜色准确度也好，在光线很强的环境下它的亮度也好，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我们就抓个典型出来的吧，索尼的 ZV-10， 它这个屏幕我相信用过的人都知道这个屏幕到底有多差了，对吧？真的不知道索尼是怎么想的，所以至少在这个屏幕的使用体验上我觉得是比索尼强了很多啊。当然其他的像富士或者是尼康的屏幕还是比较好的。好，我们再说一下这个电池啊，我们相比于 EOS R7 来说，它用的是 LP16 这块电池，跟 EOS R6 R5 这些大的专业的全幅的微单是一样的电池。EOS R10 呢用的是一块比较小的电池，它的型号是 LP17， 所以它的容量会比较的小，并且它的续航是比较差的。我在外面使用的时候确实是相比于 EOS R7 来说它的续航会差一些，但是它比 M50 要好。因为 M50 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它是用了一个更小的电池，是 LP12， 而且这个 LP12 跟其他的一些入门级的相机是不兼容的，比如说 200D 二代啊，或者是这个 M62 用的是 LP17 啊，也是可以用的。所以呢比如说我之前用的是 M62 了，我想换 EOS R10 的话，这个电池是可以通用的。我觉得这个改变还是很不错的。其实我对于这个续航不太在意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 EOS R10 呢跟 EOS R7 一样也是可以边充边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如果我这个 USB-C 如果你接的一些充电宝是支持 PD 的输出的话，能输出9伏3安的话，这个电池它里面原来是白色，对吧？我插上以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会变成了灰色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可以边充边用的。那我有在外面这么插着去一直用是可以提高很长时间的续航的。因为不像几年前，那时候 M62 刚刚出来，支持 PD 输出的充电宝并没有太多，所以那个时候索尼用 Micro USB 或者用5伏1安2安的线都可以充电是一个很大的优势。现在支持 PD 输出的充电宝太多了，而且都非常的便宜，像我之前有讲过的小米的一些充电宝或者有一些专业的充电宝都是可以支持的。我觉得这个续航现在已经不是非常大的问题了。 OK， 再继续深入的讲解 EOS R10 其他方面的性能之前，我还是首先要再聊一下这个镜头群的问题。确实现在跟 EOS R7 EOS R10 一起发布的只有两颗 RFS 的镜头，一颗是18-45吧，还有一颗是18-150的镜头。它的原生的镜头群确实没有多少，但是我一直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还是因为可以转接哈。我们之前不是给大家讲过有很多非常不错的 EFS 的镜头，像这个17-55 f/2.8 啊，或者是适马的18-35 f/1.8， 或者你可以通过微卓的这种 RF 卡口的减焦增光转接环去转接一些素质非常好价格又比较便宜的佳能全画幅的 EF 镜头。你的选择其实是非常多的，而且呢我们在 EOS R7 的节目里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就是不管是用原厂的转接环还是用微卓的转接环，它的对焦的性能连拍的性能都是没有任何的损失的。我也搭配这些镜头跟 EOS R10 使用过，不管是拍摄照片还是拍摄视频都是没有任何损失的，所以它其实用起来跟原生的 RF 镜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这个转接性能不损失，我觉得对于佳能的相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你像其他这些相机，比如说富士或者是尼康或者是索尼，你如果你想转接佳能 EF 卡口的镜头的话，你必须要用第三方的转接环，这个转接环它本身对焦的性能下降都会非常的厉害。如果你用过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它肯定是没有办法跟原厂佳能的这个转接环可以在性能上相提并论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把这个转接考虑进来，因为其他厂商这么用是非常的难受的，但是佳能是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副作用的，所以是可以把 EFS 包括全画幅的 EF 的镜头群全部考虑进来了，包括很多像这种非常棒的副厂的镜头。当你可以接受转接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比如说 EFS 的175恒定 f/2.8光圈，这个镜头我买了1200，如果你在二手市场上买的话1500差不多能够收到吧，我是捡了一个漏。但是相同规格的话，如果你看 APS-C 画幅，比如说适马出过了一个1850 f/2.8啊，这颗镜头确实它体积更小，毋庸置疑。但是它价格更贵啊，3000多块钱吧，并且它还不带镜头防抖。这颗 EFS-17-55 它带佳能的 IS 防抖。你觉得在加了一个镜头防抖的情况下，价格还便宜一半的情况下，它的性价比不比适马1850更高吗？再比如说适马的这个1835 f/1.8，我之前 EOS R7 的节目给大家讲过了，它其实算等焦光圈的话，相当于全画幅的大概28毫米到52毫米 f/2.8。
2.8 光圈的一个镜头。它这个镜头只要3000块钱左右。如果你买全画幅等效规格的镜头，比如说 RF 卡口的2470 F2.8，这颗镜头现在要卖16000-16600，更不要说索尼新出的2470 G Master 2代，3000块钱比15000块�钱差了5倍的价格，但是它实际拍摄的性能长焦端稍微短了一点，你觉得这性价比不高吗？你买这一颗镜头的话，你可以买4颗18-35 F1.8，或者说你可以花5000块钱去买一个50-100 F1.8，搭配 EOS R 用着难道不香吗？你就算我说啊，适马出过了这个索尼一卡口的适马2870 F2.8啊，这个镜头是比较便宜，你现在大概5000-6000块钱能够买，但是5000-6000块钱跟3000块钱来说，它也是便宜的一半啊，更不要说减掉增光转焦环，可以直接把你这台5000多块钱的 EOS R 十变成一个接近10000多块钱的全画幅相机的使用的体验，这不香吗？我经常看到有一个理由说，哎，这个老的镜头体积太大，重量太重，转接看着有点丑。我就想说，只是因为体积大、重量重、看着丑，你就跟钱过不去吗？这世界上还有人跟钱过不去吗？我可以花更少的钱去达到跟更贵的一套组合非常接近的画质，甚至更好的画质。我不觉得这样的一个选择有任何的问题啊。当然，我也不否认像 EFM 有很好的原生的镜头，22饼干啊，或者是适马的EFM 卡口的3000克的镜头啊，或者是超广角啊、大光圈定焦镜头啊等等啊，包括第三方微卓的像13.4啊、23.4啊、33.4啊、56.4啊，这些看起来确实是更加的协调，对吧？当然，富士这种原生的 XF 的镜头有很多，但是价格不贵嘛。你像这颗镜头新出的5000-6000块钱，当然如果你有钱，你不在乎这点屁钱，你是可以去选择其他品牌的相机的一些设计的非常好的镜头。但是我觉得你不能够去否定说佳能 RF 卡口通过转接这样的性能、画质以及价格的优势，你总是扯着什么没有原生的 RF 卡口的镜头。你像尼康那个 ZFC， 包括之前 Z50 发布了多长时间了 ？Z 卡口的 DX 镜头啊，像这种啊，16-50，还有一个长焦，还有一个跟 RFS 18-150一样的这个旅游头，对吧？就这三颗镜头，要不是维卓开发 Z 卡口的镜头，尼康 APS-C 的微单不也没有什么镜头用吗？就这三颗镜头，不还是很多人去买尼康 Z50 啊、Z30 啊、ZFC 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用镜头全去怼 EOS R10、EOS R7的人，不是坏就是蠢。明明就有很多选择，而且性价比更高，只要你稍微能够接受啊，体积大一点、重量重一点啊，你就可以在更便宜的价格玩得更舒服。好，说完这些，我们来说 EOS R10 的具体性能啊，对焦性能。